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针对刚才蔡英文政府宣布要进口美猪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我们首先要在这边重申国民党态度，健康不能交易。国民党从以前就有说过，我们的标准是美猪跟美牛，牛猪分离。因为国人在猪肉的饮食习惯上面是牛肉的6倍，以及我们有大量的在食用相关的猪肉的内脏，所以呢我们一直是以牛猪分离，希望在猪肉的部分都是坚持莱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的零检出。所以呢国民党重申，党团这边重申，开放美猪进口严重危害国人健康，任何国家利益都不应该以牺牲国人健康作为交换，更何况此次开放是黑箱作业，国民党绝对表达严正的抗议。相对国民党执政时开放美牛，立法院进行多次沟通，已召开多场的公听会，这次总统与行政院却是贸然宣布，事前没有跟立法院做沟通，也没有跟县市政府做任何的沟通，也没有跟猪农做任何的沟通，就来这样做这样的宣布，连执政党的立委也是到今天的中午才知道，显示民进党完全执政，完全黑箱。国民党要求要尽速开议，邀请总统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还有我们也在这边，到时候民进党政府必须要送动物用药残留标准的行政命令来到立法院，我们不会直接备查，会要求必须进行审查来帮我们国人健康做把关。因为大家都知道 Codex 的标准10 ppb 也不是今天才有，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而且以 Codex 来讲并没有说国内不能去制定自己的标准，所以当然台湾一定要站在我们自己的食用习惯上面来审查适合我们国人健康的标准。所以在这边我们对于到时候动物用药残留标准送到立法院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严加的加以审查。再来，开放美猪不但影响国人健康，还影响本土的养猪业。根据农委会7月公布调查数据，全台5月底共饲养近550万头猪只，其中488万肉猪占88.8%。贸然开放美猪进口，事前行政院并没有跟养猪户沟通，协助养猪户转型，对本土肉猪畜产业产生了莫大的冲击。这不是总统说不会影响就不会影响，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农委会主委日前因为台湾自口蹄疫区解禁，还自称养猪户子弟，如今却完全没有抵抗美猪进口，实在有愧全台养猪户，陈吉仲应该知所进退。还有在这边我们最后提到几个对党团的立场，第一个，未经国会沟通，未向县市政府沟通，未向产业及消费者说明，这部分我们要求民进党也必须对过去的立场，今天这样180度的大转变，应该要跟国人道歉。第二，罔顾国人健康，国人喜欢吃内脏，其瘦肉精容许量要最低，要更低，否则绝对会危害国人健康，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做相关的把关。第三，台湾养猪业仍禁用莱克多巴胺，却进口含瘦肉精的猪肉要给国人吃，这部分我们也希望要求民进党政府必须要说明清楚。再来，养猪产业调整策略在哪里？又要鼓励猪肉外销，竞争力又在哪里？再来，跟美国签 FTA，
这个部分做这样子一个利益交换吗？我们认为这两者必须要说明清楚，因为今天只说了乐观，但是并不明确到底签 FTA 的状况是什么。以及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对美日的卑躬屈膝，像是附庸国，没有国家尊严。我们再请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委员也来跟我们做一下说明。好，谢谢。刚刚我们书记长已经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党团的整个的立场啊，我们在这边应该要求蔡政府先跟国人道歉，因为你在野的时候讲的是一套，执政的时候讲的又是一套。在野的时候，你们说跟人民站在一起，要顾食安，要顾健康，强烈反对进口；执政的时候就弃民于不顾，标准的换位置、换脑袋，这就算了。今天你准备要开放美猪美牛，请问真的是为了台湾好吗？还是只是为了大内宣，来不惜牺牲台湾人民的健康，还有农民的权益？第二个，台湾人民的饮食习惯摄取的猪肉远远超过欧美，这些含瘦肉精的猪肉，即便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但是在国人食用量这么大的状况底下，我们对于牛猪食品的这些摄取量是高于欧美的平均个人的摄取量。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如何确保国人的健康还有食品安全？所以刚刚水长讲说，我们健康是不能够交换也不能够妥协的。第三个，开放美猪进口，扼杀我们相当优质的台湾养猪业，尤其这些都涉及到我们地方农民、各个县市农民的权益。请问你做好沟通了吗？配套在哪里？连最基本的冲击影响评估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是民进党最喜欢讲的。当他在野的时候，他屡屡要求执政者对于这一类的开放、贸易的开放、产业的冲击啊，他都要求影响评估报告。可是当刚才蔡总统你宣布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我们影响评估报告在哪里？连个数字都没有啊！到底冲击我们本土的养猪业有多少？就业人口有多少？产值有多少？尤其当现在我们被解除这个出口禁令的这个国家之后，我们猪肉可以出口了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认为会不会冲击到台湾的养猪业的产值，还有它的就业再来，没有影响评估报告就算了，也在宣布之前也没有知会过国会摆明的就是要硬干。过去民进党最喜欢讲说，国会要监督所有的谈判协商要公开透明，而且公民要参与，甚至人民要复决。请问民进党执政之后，你做到哪一项？可能连你的立法委员都是今天中午才被你找去告知。所以标准的党意凌驾于民意，根本不顾民意，更不用讲所谓的公开透明。所以这是一个未经国会沟通、未经法律程序而贸然开放美猪美牛，标准的独裁作为。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要人民、要国会如何接受放宽这个相关的标准残留的这些规定？所以我们反对蔡总统，您在没有做任何沟通、任何配套终极影响评估，也没有接受国会监督的状况底下，贸然就来开放美猪那我们各个县市可能受到的冲击，在你不清不楚的状况底下，其实我想现在是人心惶惶的。
所以我们要求蔡英文总统，你必须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因为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对我们产业的影响，对人民的健康，甚至于对我们的对外关系都有极大的影响。而您刚刚只提到说未来台美之间可能会谈所谓的 BTA， 什么叫 BTA？ 这跟 FTA 又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不是 FTA 呢？这些都没有对民众来说明，就只凭一场记者会，就要人民拿他们的健康，拿我们农民来换取你的政治利益吗？所以我们要求第一个，蔡政府，你必须为你过去的所言，你过去的标准现在转弯了，你应该跟大家道歉。第二个，你必须到国会来做说明。谢谢。好，再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好，谢谢啊，这个书记长，各位先进。那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政府是全面执政、全面独裁，那么到今天就清楚地看得到，他的眼中没有国会。我们国会议员都没有被告知，执政党的立委也差不多，事先有通知吗？也都没有通知，事先跟我们讲吗？也没有跟我们讲，没有任何的数字，只是凭着这些他们的决策官员，他们做这样的决策，这是国会如无物，是人民如无物，这是第一点我想强调。那么第二点，我们党团再次的重申，人民的健康不可以用任何的政治利益来交换，管他换到 BTA 或者换到什么什么 TA， 我们通通没有办法接受。这是过去民进党在也在野的时候所一而再再三的强调，我们这里面太多的图片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写的是什么？只有零检出，没有十个 PPEP。只有零检出，没有所谓的国际标准。所谓国际标准，它是要用 Codex 拿出来。这 Codex 允许你十个 PPP， 可是不要忘了，这 Codex 它也允许各国根据它的状况、各国的特殊的民情做若干的调整。所以不是要 Codex 所定的，并不是 Bible， 也不是圣经。并不能够，蔡政府不能够用十个 PPV 所谓的 Codex 的标准来糊弄老百姓。那第三点我强调的是，这里面养猪的规模有超过7000家，7169家养猪场，高达80%，它的规模在1000头以下，也就是比较属于小猪农，这个影响最大。八成以上的小猪笼就是1000头以下，我们养的头数大概500多头啊，这里面1000头以下的冲击最大，这些对他们的冲击，政府有没有一些的补救办法或者是补贴的措施？蔡总统刚才的记者会只字不提，只字未提，我们实在是想不透。他们在野的时候是多么高举人民的利益，是多么高举的农民的权利，而现在在朝的时候完全踢在一边，他眼中只有他们的政治利益。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台湾不断的所谓的这个关系往上提升，这里面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暗示的交易、黑箱的作业在里面，蔡政府有责任向全民讲清楚。那另外，我再提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过去喜欢讲一位侠义啊，林杰良，他在好几次的报告里面都提到，莱克多巴胺瘦肉精吃了以后会引起恶心、心悸、血压上升以及头昏。这些症状就是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以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大家的
对于两个赌盘所担心的地方，就是他所提到的。那所以我们要呼吁，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地方政府，当如果最后的大事是挡不住要让他进来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是有筹码而且有做法，可以不要让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到校园里面，进到他的县市里面，或者做若干的处理，这个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最后一点，我们再次的强烈呼吁我们的党团所提的，蔡英文总统要为这一次的这么大转变应该来国会做国情报告，并接受我们立委们的一些的建议。谢谢。好，再来我们请蒋安委员。在刚刚我们看到总统府的记者会里面突然宣布要开放含摄入金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牛，这么重大的议题选在这个时间点就仓促的宣布，在立法院目前还在休会的期间避开了国会的监督，也没有让相关的部会来向国会做专案报告，向国人清楚的说明，就仓促的开放。我认为这件事情让国人感到错愕，也感到愤怒。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非开放不可？请你直接、清楚、诚实地告诉国人，如果真的是受到美国的压力，要基于签署 FTA， 你诚实地告诉国人，说服国人，说服国人。同时，在目前台湾民众对于含有瘦肉精的肉品都有极高的疑虑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做好充分的沟通跟社会对话，去降低国人的疑虑？完全没有，就要趁这个国会休会的时间仓促通过。我要很郑重的说，很多事情跟国际间的谈判都可以沟通，都可以谈，就是国人的生命健康绝对不能当成谈判交易的筹码，国人的生命健康绝对不能当成谈判交易的筹码。所以当今天执政党说因为根据 Codex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所公布的标准说要来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容许量的标准从未针对国人饮食习惯进行专属的风险评估，没有。那你要如何说服国人去接受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这不只影响到国人的生命健康，这也是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林杰良医师他也曾经说过，根据2003到2010年动物科学杂志陆陆续续都有报道，使用5到20毫克每一公斤体重在猪肉身上会造成这些猪只常常焦虑不安，而且有攻击性甚至护咬。而事实上莱克多巴胺它不是人体用药，没有大型的临床实验，所以缺乏大量的人体实验结果，才会有今天社会上这么高的争议。所以当国人饮食习惯平均每人每年吃掉将近36.5公斤的猪肉，相较于其他肉品的食用量，我跟各位报告，牛肉一般民众常吃爱吃也只有平均每人每年5.88公斤，食用美猪是6倍之多，更不用说国人非常喜欢吃猪肉内脏，特别我们的女性朋友坐月子的时候吃猪肝腰子进补，
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俗。你告诉我 Codex 它有针对国人饮食习惯进行专属的风险评估吗？还是今天我们卫福部相关单位你有进行任何专属的这些研究报告来说服国人吗？没有，就要拿国人的生命健康去当交易的筹码，这点我们绝对无法接受。最后，2016年，农委会也曾经发表过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对产业的冲击评估。在这份报告里面，他们以2015年台湾养猪产值为基准，说一旦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对养猪产业冲击的金额会高达143亿，高达143亿。政府也许会说，我们做好相关的管控，进口以后消费者你可以选择要吃还是不要吃。但是我要说，当便宜的猪肉流入市面，甚至成为加工食品，消费者要如何判断？当你都已经承认说进来以后，消费者你对于这些高风险你有疑虑，你不要吃，为什么不在第一线政府做好把关，就不要让他进来？所以要再一次呼吁政府，不应该贸然的、仓促草率的规避国会的监督，就这样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美牛。我也特别找出了，至少在台北市我的选区，学校孩子们营养午餐，我调出了他们营养午餐相关的资料，平均一个月21天的营养午餐当中，有9天都出现猪肉类的料理，猪肉出现率高达43%。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孩子想想，它会严重影响我们孩子的健康。因为国外的研究已经说明瘦肉精会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危害。所以再一次的，我想不只是呼吁执政党民进党的委员，过去你们是怎么样反对瘦肉精的美猪美牛进来，今天却是为了蔡总统他的一意孤行，为了政治利益就要拿国人的生命健康来交换。我想这一点我们身为国会议员，在立法院未来行政命令送进来要备查，我想我们会坚决的反对。好，谢谢。我们有没有媒体朋友要问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当。那么这跟这个主题无关，好不好？对，这跟这个主题，那等下私下再问哈。对，好，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其他问题。猪农那边就是我们刚刚在党要问那个猪农，还是准备要串联要抗议？当然。我们要先讲这，我们在那边就要表达，就是完全执政真的不能完全野蛮、完全独裁、完全黑箱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表达最大抗议的地方，把台湾人民蒙在鼓里，自己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不管是猪农的权益，或是国人的健康，这都是我们在这边要捍卫、要来把关的。所以农。猪农要抗议，当然我们绝对会支持他们，因为我们在这说猪农的权益影响非常的深远，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冲击报告出来。再来，国人的健康，每天大家想想看，我们吃多少东西都是跟猪有关，完全不顾我们自己属于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标准，然后现在说哦，我们符合国际标准，这真的是糊弄人民，把人民当笨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次表达最强烈抗议。所以当然我们也认为猪农一定要为自己的权益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谢谢。
装备全包。这个都等一下好不好？这个党装会讲。党章会讲。对，好来，请问还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要表达意见的地方？刚刚蔡总统的那个谈话当中，其实有谈到，就是说，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议题，让台美的关系再进一步。那因为前面那个 AIT 处长也提到，真朋友真进展嘛。那现在进展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要进口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因为他刚刚那个还有讲到，就是说，可能会。过去点马时期都有针对这件事情讨论，但是都没有做好最好的结果，所以他们的能力可能受到质疑。那这部分你怎么看？真朋友，我们也希望真的顾及我们国人的健康，啊，这是所谓的真朋友嘛，啊，那所有的国际贸易的谈判，本来国内意见的整合跟共识，就是政府要负责任来做的啊。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最离谱的是事前没有任何的告知，你没有告知国会就算了，你连农民都没有告知啊，你连产业都没有告知啊，更不用谈我们的消费者啊。你有尊重到国人的健康吗？你有尊重到消费者的权益吗？然后刚才我看到这个新闻更离谱，官员透露明年1月1号生效，行政部门直接送，直接发布，不送立法院。天哪，我们是什么国家？国会还能监督吗？公开透明在哪里呢？蔡政府，你说好的民主在哪里？你说好的透明在哪里？你说好的沟通在哪里？你的谦卑在哪里？你有真的顾到国家的利益跟人民的健康吗？我们光问一个，你换到什么，你都说不出来啊。你换到什么都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在此，我们呼吁，再一次的呼吁啊，也严正的抗议啊，蔡政府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面是独裁、独裁再独裁啊！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社会，你不尊重在野党就算了，你连民众你都不尊重啊！更何况这是关乎到民众健康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国际的友人啊，我们的友邦要跟中华民国要跟台湾发展，不管是贸易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也必须了解到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啊，台湾有国会，国会表达质疑，国会进行监督都是正常的，我相信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如此，也不会只有台湾才是例外的。好，刚刚江委员提到，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报告里面有大概140多亿的影响冲击产业，但是刚刚那个蔡政府他们提出有百亿的，就是这个养猪的这个基金，对，基金，他们要用这个基金来援助猪农。我想这些哦都是在他们的记者会或是新闻稿里面说明哦，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到立法院来，哦，来做一些专案报告，更深入的讨论跟研究。如果对于产业，尤其猪农朋友造成相关经济上面的冲击或损失，到底怎么做是最有效益？哦，而不是现在今天你说我拨了多少款项去补助，那如果实际评估下来的冲击绝对不止你补助的款项呢？如果是不够呢？那猪农他受到损害。他的心情，他的家庭生计受到影响，政府你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都没有说清楚。哦，所以我想，很显然，就是非常草率、仓促，刻意选在这个时间规避国会监督，没有做任何的充分的沟通。我想，你是不愿意，还是不敢面对民众对于这样？贸然开放的高度质疑。好，那我应该就差不多。好，我们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好，谢谢。那两个。合适呢？就知道合适。
可以等一下吗？干嘛？啊，关于党产释宪的事情啊，会由党中央做统一的对外说明。但我在这边只简短的回应啊，我在礼拜三的中常会也已经发表过，就是目前对于蔡政府用人唯虑的状况底下，我们早就预期到这个整个释宪的结果啊，似乎也不会令人例外了。但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也就更加证明一件事情，蔡政府不止违法违宪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啊。国民党的党产有它的历史问题，但是国民党也用最大的诚意跟大家讲，我们要护法护宪不护产的态度来解决国民党的党产问题。但是民进党如果还是用政治中斗争然后追杀在野党的态度要来处理国民党的党产的话，那我们也不认为啊，不管是在宪法上或法律上面啊，他们会依照法律跟宪法来执行，只会继续把国民党的党产当成是他们政治上面的提款机。